桥下浪漫牵手，或是教堂甜蜜证婚，梦幻海外婚礼，价格总是让新人又爱又怕。但现在最夯的是婚礼婚纱蜜月，海外三合一，有业主推估其实价格还比国内低。我们现在的国外婚礼的部分有英国的婚礼，然后日本。电话接起来问的就是海外包套，就是代理英国像周董一样的教堂婚礼。新人一进门也抢着要古堡婚礼，这样的海外婚纱三合一能让你到英国古堡拍婚纱，还有四星级餐厅婚宴，剩下的时间都让你四处好好玩度蜜月。是不会想到一些是我们是要来结婚拍婚纱这样，我们就是边拍然后边玩。同样办婚礼，看看国内选择五星饭店创布流程通通任你选，就算是梦想教堂证婚仪式也能办得到。我们都会比较讲究，就是变化性。那可能我们就会准备一些，不管是出菜秀、灯光秀这些，附加的表演来丰富新人的婚宴热闹的程度。对比国内外的婚礼选择，出国包套大约只能邀请60人宾客，走的不像台湾的热闹隆重，但价格如果在台湾想要有古堡婚纱，又要欧洲旅行，还要星级饭店，价格有时候反而比海外来得高。但国内饭店不但宾客人数邀请得多，也能直接和饭店沟通，更重要的是不必舟车劳顿。婚礼一生一次，不管是国内国外，符合自己需求才能甜蜜完美。这广域的王一超台中报道。